纽约啦。这样算多了吧？这是什么啊？里面包什么？培根哦。培根，然后还有那个阿波卡。就是像是纽约的东区吧。最大间的、啊、不是全世界最大间的、啊、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么点。想这样啊，怎么样，不是法国石油世界主流的，你等一下怎么打的呀？不是啊，我说嗨嗨难吗？哇，我觉得这个好吃吗？半夜的时候再吃一个，它其实叫荷拉夫，其实是那个中东那边的那个食物，还蛮好吃的。Central Park 是要看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吧，在纽约不容易。哎、欸，有马哎、欸！珍惜那个。有马车。我觉得在 Utah 看待都是了。你说这个叫什么、啊？我又忘了。好哦。好哦。我记录到了。快帅，叫什么、啊？再讲一次。什么两个字啊？我不想吃巴萨、哦、看起来超无聊的。
太神啦。这条叫 Canal Street， 这条很有名，就是 China Town 啊，然后。的伴游抛弃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自己去外面晃一晃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吃拉面，好饿。今天气温好像19度到18还是什么的，就不太冷，就我穿蛮少的。我看路上的人好像还是穿蛮多的，希望大家不会被冷死。在这，还对吗？
我以为美国人不撑伞的，结果出来就看到三个人在撑。我搭了16分钟的地铁，要去看 Friends 的 apartment。然后这边好像是不是很多彩虹的国旗？看不出来。这杯饮料要9.69块，超贵，但我还是买，很想喝。这杯叫 Power Shake， 然后有草莓、香蕉，忘了，反正就是一个果汁类的东西。为什么会冒烟？你那个哎，刚是什么闪光？麻香锅。跟台湾热车车一样吗？刚刚说嘿，我来了。射死了，这很像恐怖片会有那种音乐。哎，你这样讲我才觉得像。